我们现在在平泽哦，笑死掉，哪一条是往充电桩？对啊，尿袋啊，太远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是随机找一间就是住宿的地方，我们就进去 check in。顺眼的，就先问一下，对，空房没错，多少钱？没错，因为这边附近住宿的很多。然后我也是第一次来平泽，因为没事不会来这边。真的，太远了，真的好远啊、哦！刚刚我们只是坐个地铁两站而已哦，我们就坐很久，大概二十一分钟吧，四站而已，坐了快半小时。对啊，我觉得这边跟那个富平还蛮像的，也是平泽西，嗯，是西门町。平泽西门町，有点像宏大的尾巴那边。是我们今天要住的地方，超级大的耶！我看，真的很痛，它没有帘子。哎、欸，可以在这里洗啊？对啊，在这里洗就好了。嗯，这里洗很大哎。对，它有一个沙发，然后一个大床，一个小床。我们跟他说有没有两张床，他说原本8万，然后他算我们6万。这边有电脑可以用。然后还有很大台的电视，还有一个小窗，水，还有空气净化机，水，我在一楼看到，嗯，摩铁的饮料，对，这是干净的吗？干净的吧，还行啊，蛮干净的，对啊，然后厕所我就是透明的。比较尴尬一点，最讨厌的在还有一个门耶。我知道啊，我洗澡的时候你出去好了。怎么？你在洗澡在那里洗、啊？我上厕所，你在外面等一下好了。还有一个镜子。今天是隔天早上的大概9点多吧。我们现在呢要搭车前往美国街。今天我们要去纽约。早上不用提这个，不用提。Pyeongtaek 这里，Pyeongtaek 这边，请注意哦。Yes，Pyeongtaek 这边呢，跟晚上截然不同。早上这边就是逛逛逛，但晚上很热闹。我们现在要去 Pyeongtaek 前面的站，然后我们要坐公车去，因为那个地方实在是太难到达了。Hello， 大家，我们终于到了纽约。风好大、哦，我们搭了一个多小时的公车到这边。这扛棒超美式的，好可爱哦，感觉很多人哦。这边是一个非常美式的商场，然后这应该是他们的后门，然后这个旁边应该是一个港口，所以这边风非常的大。这里有3层楼的建筑物，这边叫做 Main Street。正门的入口，然后刚好就是有这样子的纽约的造景，好酷哦！天哪！这湖底也太可怕了。部分是面包区，这里都是蛋糕。蛋糕。
哦，洋葱，你敢吃吗？我敢啊，可以吗？打不开，太大。哦 ，nice。真的很多人都来过，够漂亮，大家都来这边拍 MV。真的很美，而且是很用心装潢的一间店，是有女神像。我们等一下先吃饭，然后吃饱，我们再来拍其他地方。超饿的啦！然后刚刚那个一楼店员还很问号，我们说要一个冰美式跟一个冰拿铁，他还听成要一个冰拿铁跟一个冰巧克力拿铁，差超远的问号。然后又跟他说。巧克力拿铁是冰美式哦，是咖啡拿铁这样。然后他就说，哦，好，咖啡拿铁是吗？是，要打出来又是巧克力拿铁跟咖啡拿铁。好，价差3000块，我也想要吸一口。好，我们在一楼先买了一个洋葱面包，一个费南雪，一杯咖啡拿铁跟巧克力拿铁。对，我是绝对不会在这边喝巧克力拿铁的。巧克力拿铁好不好喝？这一杯要7000块哦，很贵很贵。太甜了。太甜，很浓哎。你喝上面一点，喝上面一点。下面我好像是融化的冰淇淋。是我们点的汉堡包，汉堡 set 主厨汉堡布鲁克林汉堡 set， 然后上面的菜跟 topping 都是我们自己选的，然后还有附薯条，然后我们另外加点一个可乐。今天看起来特别饿，我今天很饿啊。看一下这边怎么一回事，看一下这边是怎么了，这边怎么了？嗯，吸进去，洋葱吸进去，赞不绝口啊！肉超好吃。吃出来，等下就有个东西。哇，在顶楼！哇塞，大桥。都是明星的签名。我们只要错过了这一班，我们就还在等一个多小时呢。看起来有13分钟。对啊，对不对？4分钟。它这边是在一个港口附近，所以这边会有很多货车。那大部分的人不会像是我们一样坐公车来，大部分人呢，全部都是开车哦。而且下午2点半停车场全满，他2点半。我觉得他们
营收应该是非常可观，而且非常多的艺人都在这边拍 MV 啊，或是录节目。忘记跟你们说，我今天其实是我的生日。我们刚刚要去吃黑姜饼，还有那个海带汤，因为韩国人生日的时候都要吃海带汤。但是呢，我们想要去吃那间店没开，所以我们跑来吃这个。古代几个伊利达加了拉面咖喱，很好吃哎、欸！但是现场只有我们一组是年轻女子，其他都是爷爷辈的，所以应该是蛮好吃的。Yes.